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嚟到 Tony John Transport Live 嘅频道啊，咁我系 Tony John 啦，咁就咁啊欢迎大家嚟睇呢一个系列啦，呢个就系东铁线过海嘅巴士路线专题系列嚟嘅。咁啊呢个专题系列咧系我哋成 team 嘅人咧就将会咧就针对住某一啲嘅巴士路线咧会做一啲嘅定时定点嘅客量统计。咁咧我啦同埋包括我嘅 team members 咧就将会咧就做有啲嘅個別路線喺某一個時段嘅時間，咁佢上咗幾多個客，開咗幾多班車，上咗幾多個客嘅。咁我哋咧會由四月開始到去下年嘅四月嘅為期依一年嘅。咁啊，大概四月到下年嘅四月啦。咁我哋為期一年嘅。咁因為適逢其實就東鐵線咧就預計喺第二季就通車。咁我哋而家呢個 moment 即係我哋都好想咧。就做一啲嘅客量統計，去做一啲嘅比較，喺比較就係東鐵線通車前同東鐵線通車後嗰、那個比較，那個客量有冇咩嘅變化咧？咁我哋就會做呢一樣嘢啦。咁啊，大家好啊，咁我係版主 Tony 啦，咁就我咧就將會負責專注做呢一條線嘅，咁就係由早前 IG 投票之中攞到最多票數嘅民意嘅最多票嘅118號。咁啊，118號咧，咁就係由小西灣南灣半島咧，就去長沙灣深旺道嘅。咁啊，而我將會負責咧，就係會喺平日嘅夜晚7:30到9:00期間咧，咁就會係睇一睇佢喺紅磡站呢一個紅隧呢個站嗰度往小西灣方向個班次同埋每一架車個客量會係點嘅樣嘅。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十個、十一、十二嚇、十四、十五嚇、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好，四十四。咁啊，上咗44個人，咁就7:27，咁我當少少三分鐘 error 位啦嚇，咁我都當呢班係㗎啦，因為當7:30位車啦。咁啊，100P 咁啊 ，for reference 啦，好嘛？咁啊，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十個、十一、十二、十三，好，13個，7:29嚟嘅呢班。好啦，咁啊一路咧，我哋都會開住一路睇住個機啊，睇下有啲乜嘢車嚟啊。108我冇興趣計噶啦，你自己中意睇就睇啦，我唔計啦。可能我分分鐘頭先嗰格都會計漏咗一兩個算啦，好小事嘅啫，一兩個好閒嘅事嚟嘅啫。好，咁我哋繼續睇。咁啊，頭先第一班咧就1927咧就有44個人嚇。哇，咁密嘅！又有車咯喎，1930。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十個，哦，十一個，好，好，十一個走人。哇！我真的沒有停過機喎。好，咁啊，應該可以停一停機係嘛？而家時間是7:46，嚟到下一格啦。哇！呢格已經是企曬人喎，點上啊？冇人肯上過咁樣玩法，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哇！點企啊？五個，哇！六個、七個，哇！都唔知點企，七個已經爆咗，上咗七個都頂唔順啦，已經上咗七個頂唔順啦，啲人已經。咁啊，又要等下一班咯。哇！呢班企噶咯，呢班已經頂曬噶咯，已經。但系咧，你見到咧成條龍咧，哇！喺成條龍喺度喎，睇嚟救都救唔掂喎。啊，上咗七個啊，定八個啊？唉，再睇片啦嚇。咁啊，以睇片嘅再計算啦，應該就七個嘅，我睇到就。咁啊，7:46上七個，跟住咧下一班咧就應該有幾分鐘就有一班噶啦，睇下嗰班又夠唔夠得切啦啲人啊，即係又佔食唔食得曬喺度咁多人，哇！呢度成棚人喎，真係佢食唔食得曬啊？下一班哇！喺就嚟，我谂真系成个红隧系得依架118咁辉煌嘅啫，真系，即系其他啲我都冇觉得，都唔系好觉得好辉煌嘅。你睇下望住对面嗰啲，完全都唔系好多嘅啫，都我见到都唔系好嚟得好密嘅啫，啲车系118系零舍辉煌啲嘅，真系102咯，102都好嘅，102嗰条队咯，102嗰条队都好嘅，系102同118阿凡条队系最辉煌嘅，真系。尤其是118個輝煌程度真的很厲害啊！不過咧，輝煌還輝煌嚇，真係有冇考慮一下？而家呢啲時間都有啲車喺度踢出嚟，喺度凍住幾部踢出嚟喺度擺下。
如果唔係一陣又旺角食到爆，咁就冇乜意義啦，係咪先？即係雖然我都明嚇，第日即係可能呢班客都可能會走，係咪？有機會會走，咁但係留下客都好啊嘛，係咪啊？即係我覺得九巴啊，呢個時段係九巴嘅，我覺得九巴係咪留下幾架車嚟喺度踢下嚟載下咧？我諗呢度其實而家咁樣都可以坐到一架嘅啦，已經坐到一架都夠值，夠好食嘅咯。睇下係咪有夠有車嚟夠先？喂，又唔係夠車嘅喎，成日都空車走佬啊！我唔知又派啲乜嘅喎。頭先係九巴走完，輪到呢架走。嗱，應該就快又有一架車嘅啦，不過真係等到大家都可能都好唔耐煩啊！你見到嚇，即係啊啲翹曬雙手啊，已經喺度望住出邊牌嘅，你都知道唔係幾耐煩嘅啦，已經。唉，咁啊一路繼續睇啦嚇，我都好有耐性嘅嚇，都喺度睇。嗱，又嚟一架咯喎，終於又嚟一架啦！呢架係點樣咧？最大鑊就睇下佢本身有幾多客量先啦，已經1952六分鐘之後嚟一架，哇！真係又係唔使玩嘅。又是主意不用玩的，上面都還可能有一兩個洞位，都基本坐滿的了，真的又是等大家企爆人的，又是等大家爆了。好了，現在開始數1 2 3 4 5 6 7 8 9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嗱有兩個細路仔啊，咁啊33，咁有一個唔計啊，32 33 34 35 36 37 3839 40 41 42 43 44，嗱已經開始啲人唔想睇啦，45 46 47 48 49 50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哇64，喂譴責一下九巴先，係咪？喂，逼人企車頂㗎，而家諗住，喂上咗64個人喎，你逼人企車頂係嘛諗住？喂離曬譜喎，真係，喂真係離曬譜喎，真係繁忙時間呢啲時間唔踢架車嚟空載，啊啊一一八仔嚇。咁啊！月票仔又走人啦嚇！咁啊，呢一段片就休息一陣啦嚇。好啦，咁啊，城巴湖嘅時間嚇。咁啊，而家到城巴時間咯嚇。咁啊，城巴睇下呢一度又食幾多客啦。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好，跟住繼續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人。好，咁啊，五廿七人上車走人。好啦，咁咧就而家時間咧就八點零七分，咁啊，令到下又嚟到下一班啦，一一八，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個。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好，八點零七分，咁啊上咗廿九個人，咁啊上咗廿九個人嚇，哎，然後再上多一個，咁啊應該上多一個三十，八點零七分上咗三十個，咁啊喺度仲等車喎嚇。三十一，好啦，上咗三十一個嚇，佢後面已經接住一架車啦嚇，咁就八點零九分嚇，八點零九分，咁啊呢一架咧就上咗一個，咁啊走咗人啦。好啦，咁啊。咁我哋有下一條片嘅話，好啦，八點十七分，咁又有一班車啦。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八個、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咁啊上咗廿九個人，咁啊走人啦。好，八點廿三分，咁又有車咯。八點廿三，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咁啊上咗二十个走人。好啦，咁啊时间咧系几多点咧？我哋睇睇咯。咁啊，而家时间咧系8:39。哇！呢架车闩咗16分钟喎。好，咁我哋又睇睇会啊，睇嚟又顶咗啦，喺呢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唉，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哇，四十四，哇哇哇，四十五，得啊，顶闸啦呢架，四十五顶闸。四十五啊！喂，唔开嘅，仲快啲开啊！应该开啦嘛。好，咁啊，四十五走啦。咁啊，呢架顶闸啦，我当佢顶闸啦，因为都冇人上啦，当佢顶啦，都企手企到出门口啦，已经。好啦，咁咧时间咧就8:51，咁啊有车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好，咁啊上咗36个走人。好啦，咁啊，而家时间咁啊，应该最后一节啦。咁就系9:01，咁啊最后一节啦。咁啊，睇下呢架嘅状况系点样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
十、廿一、廿二、廿三，好上廿五个，咁啊开车走人。好啦，咁咧今集咧个一一八嘅东铁线客量统计啊，去到嚟呢度，因为九点零一分下一班啊，九点十一分就过咗嗰个我哋大家预定嗰个时限嘅一个限制位啦。咁我就唔再拍九点十一分嗰架城巴啦，咁我唔拍啦，咁就去到嚟呢个位啦。咁就今集去到嚟呢度啦，咁有呢啲数据，咁大家可以攞嚟做一下啲分析嘅状况，睇下大家会睇到咩状况吓。咁今日集到嚟呢度，大家记得持续去睇我哋成条 team 做嘅一啲嘅频道啊，或者系一啲嘅影片啦，好唔好？咁多谢大家，拜拜。